这一次呢，很高兴能够代表威刚参加这一次的票选活动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进行拍摄的程序了。我刚好看到一些很多的产品，然后包括外接摄影碟啊，然后还有记忆卡什么的，那我都好心动，因为我最近有一些就是刚好需要这些东西，所以呢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希望这一次的票选活动呢，能够得到你的支持。拜托拜托，请把你的票投给我，求求你！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拍摄之后呢，我们今天总算是圆满达成我们的任务了。那好险，今天天气也很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效果也还不错。照片呢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大家呢，除了支持威刚之外，也要支持我哦。谢谢你们。